OK， 可以走了没？我们可以去打那个伞，那个我们可以去打那龙。好，跟大家讲我们在哪里？我们在丹嘎贝。丹嘎贝。Let's go。好，我们往前走。我要放一个滴滴的闪电滴滴。Oh, OK。放去这边嘛。哪里？哎，这里有个东西扣哎，可以打嘞。我们走进去是吗？哇，你看他们在滑板。你要不要去打那个龙？走，我们去那边。哎呦，可怜那边的人都不在了。对，玉米，走，我们去前面，坐在这边啊。哇，宝宝。OK， 我现在要抓那个。哇，宝宝，宝宝。啊，没有点抓不到。我九。你抓到吗？拍 Pokemon 啊！好，抓到了。没有，我在 Pokemon 拍 Pokemon。我九。OK， 我开始这。这里有很多那个 Pokestop 可以。等一下，不要放上去，很糟。我要抓那个 Pokestop。我要放。OK，Let's go， 我们往。对，你有看到什么吗？你要往哪边去？上面。走。可以玩一下这个。可以啊，去啊。找吗？拍照啊，要我们一起拍啊。我们应该会在这里一直待到天黑晚上这样，因为等下晚上这里的那个就还没有开啊，现在还是白天啊，所以你要等到晚上。所以等下我们要等到晚上。我要等到晚上，我要玩这个棋。我要玩什么？玩这个啊？我没有玩过。哦。我好像有 Pokemon 哦。我要抓有蜜蜂跟有飞的飞兔的。OK。我很想进化嘞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们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才看它可够不够不。三四七五。嗯。可它很想进化品吗？快点打！你看。等一下，你让我先打完这个先。你先按出去啊！突然间有一个道馆在打着。哎，怎么了？你要打完了。还有几个要打？哦，为什么我就打不到他？快！有高手。然后他是火一步。啊！火一步？谁？我要换一个。火一步就你要就要用火一步要用什么嘞？第四。哇，没有一只可以笑。笑啊！还是你我选错啊，我刚刚没有注意看。Oh my goodness！ 好了，我赢了。火烧火，太着急。这个应该也是怕火吧？哦，它不是火。它是什么？它是草系吗？它不是草系啊！我靠，我被它外表骗了。啊，死掉！哦，是，听到没？再挂掉一个，然后它还有吗？还有吗？啊，这个应该我会赢，因为它是水系。怎么嘞？因为我是树吗？闪电可以吗？哦，我觉得我会赢哦。Yeah。还有吗？还有一只。最后一只。好像也要用血打，那我应该打不过。打不过，可以出去吧。电是看。哇、哦，它飞的，我用电也是可以。可以。要赢哦，要赢哦！耶、yeah, ，又赢了。还有吗？打完了没有？还没有打完呢。哦。哎呦，原来这是这样大只的。哦，好强！哇，哎，我讲还有啊！哦，也有，耶！哦，别，我找到一个，看，哈哈哈哈！啊，我要抓一下。可我的血比较少哎，你的嘞？试看啊，抓看看。可是我已经开始。啊，跑掉了！你要给他吃那个莓果吧？哎呀，我抓到了！哦，棒哦！你？我没有抓到。哈哈，一个球是戴帽子。我抓到什么？那个鸟啦。哦。它可以变成那个啊，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是。啊，嘴巴大大。嗯，嘴巴大大的鸟是有人像。等一下，不要走。
跳进哪里？这个地方我要试个，我要走到那个地方去，我要跳，它就会进化。好，走，这边看。363，我的是363。嗯。Yes。 OK 哦，我有。我的，耶！我们去玩一个地方。哟，哎 ，baby， 我看到一只大龙虾。嗯。OK， 刚刚我们算是把自己绕了一圈了哦，然后我们现在要来 check 一下我们的宝可梦。你给我看。给我坐这边，你过去。为什么？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我们抓了多少只，来检查一下。不用紧，休息一下，再继续抓。不用紧，因为它都很好看。哪里会？你再靠近看。我在啊。你看，你要坐吗？天黑了哦，差不多看不见了。叮叮叮！我还是不平衡的，我还有一个可以再收集的。要，等一下啊，因为我的那个 box 已经满了。你的 bag。去打附近。那，让我们过去。因为有4.8。快点去！现在饿了，快点去！走。我开灯了哎，你看旋转木马，你看后面。哪里？来，走这边。那边。快点啊！哎呦！有没有？为什么我被打败了？我随便按，你快点进来。哪里最强了、啊？我没有什么最强了、啊，全部都是有人。哦，挂掉了。那你啊，你在等是吧？等很久哎。你就等喽，没办法。Oh no, hands up！ 啊，完了。没有打赢。我的一定有。没有喽。No！ 才一点点。No！ 我要换一只啊！都没有人跟你一起打，只有你一个人。哇！我好强！有人嘞、欸！我在哪里？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找一个地方坐下来，好像蛮多蚊子的。全部都。随便啊，你就进去就对了啦，好啦，进去就好了啦，进去就好。欸、我也是进去啦、啊。哎、欸，可是我突然我没有进来了。开始啊、哦！加油啊、哦！来，不要了。啊，那叫咪咕嘞！然后你要想办法再进来，如果死掉的话。我的打的，没有打到你吧？我的成功！人生的失败机会，才知道
成功的意义。耶，摩托车 yes 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耶耶，我真的大师，我真的大师啊。OK OK， 可是你还要抓。要紧啊。还没有啊，所以要抓啊。我两个。他给我十个补血。哦，他只给很少球哎，十一个球、啊，你有几个？五十个。哦，我们要开始抓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我也是十一个球。OK， 开始抓喽。你要给他吃什么？我给他吃了。我给他吃好好很好的那个。一个球，一个。会有吗？两个。啊！你要给他吃这个好的好的，哎，等一下，你给他吃这个好的，这个。给他全部给他，全部都给他。啊，不要浪费球。一个。哦，one more，哎呀。喂。Nice， 没有球啊。有给他吃水果吗？有。Oh no， 没有球啊。等一下，我先。下六个球。等一下，我来。哦，我抓到了。哦，我也是。我抓到了。恭喜。耶，你好。Yeah。Yeah，Let's go。所以你有那个什么快龙啊，你要看你的快龙厉害不厉害吗？跟快雪比较多。是吗？我们再往前走吗？我的快龙追下面了。Oh my god， 我的快龙追下面了。要几颗星？哦，两颗星。OK 啦，两颗星也不错啊。我看我的快龙呢。哦，我的快龙有三颗星哎。给我看。我快龙有三颗星。我很想哎。来，再抓。一起换，不要。走啊走啊，我们再去走走。有还有被蚊子咬吗？一只。好啦，那你还要继续玩吗？要。可是我们今天抓到一个怪龙是吗？对呀。我成功，你是成功。对呀。因为我用我小只的恐龙来打。呀，你很厉害啊！对啊，走那边。走后面呢。什么？可以啊。OK。哇，变成那个。蚊香蛙是吗？有吗？我好像有了。看蚊香，给我看。哦，哇哦 ，OK。我给我看你的。好厉害啊 ！Let's go。你说它在旁边的。不一样哎。Shining 的。它是 Shining 的，它是从什么？哦，它是冰的。Shining 的。Sense Shield 真的 Shining 的，它是 Shining 的，可是它还有很多 Shining 的。两颗星。转去嘞，很低级的嘞，它一直转来转去转。是哦。啊，来走，进去吧。Thank you.
你要坐哪里？坐这个吧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哇哇哇哇哇！哈哈哈哈哈！为什么他们转这么多了？哦哦哦！它会自己转，它会自己转。哇！它会自己转。咦？它会自己转？我投你嘞！我投你嘞！哇！我靠！你可以不要在这个时候还在玩 Pokemon 吗？我不会晕，我很晕哎、欸，我晕，我很晕啊！你要看外面，你要看外面，你看外面就会很晕。哦，你不晕吗？你真的不晕吗？哦，我开始晕了。好来，好啦。我想再玩多一个。不玩什么？那个木马要吗？不要。那个海盗船要吗？海盗船是什么？那个，哇、哦，那个。哇、哦、，no no no， 不要不要不要。Okay.进去好吗？我没有进去。啊，我也在等啊。我们找一个地方泡过吧。要爆了，要爆了！来来来，拿住！来啊 11, 10, 9, 8, 7, 6, 5, 4, 3, 2, 1 进去啊！可是用水啊，不要用卡比兽。用水的全部。OK OK OK。我换一下了。你没有用水。哎、欸，我为什么没有啊？因为你没有。我刚才选的不是水的吗？那很奇怪。完美水，完美。有啦有啦有啦，应该可以啦。我可以。哦，你很厉害哦。好了好了，快点快点，要好了好了。我的还没有打到，我的是不是还没打到哎？我靠啊！我在咬我哦，恭喜！来哟、哦！等等等，不要着急，拿给我。十六颗，十六粒球。哎，看我按不上啊！啊！这样算了。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哈哈哈哈 OK，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，哎，没有啊、哦、我用转，哇，你用转的，我用转的，因为我会，只要成功再转多一次就会拿到那个分数。哈哈哈哈到了，哦，恭喜宝宝收不到音了，耶、yeah, ，我也抓到了，是吧？又抓到了！我是三颗星。哇！我是三颗星。OK， 好啊，走吧。就转球，有带那个吗？嗯，有带那个吗？哦，没有电了是吧？你有带到吗？有有有，我有带，不用吗？给我一下嘞。来，帮你充电啦。OK。
宝可梦游戏就到这里了啦，我们就差不多要回去了。然后我们今天的收获还蛮多的，我们就抓到了一只快龙。喜欢那快龙吗？喜欢。之后要修出来给大家看哦。来，修出来给大家看。太靠近了，太靠近了。哇！好啦，所以我们接下来都会拍一些就是去 Pokestop 蛮多的一些地方。今天的这个抓宝可梦的 Vlog 就结束了，拜拜。拜拜。Pokemon。好啦，走啦，拜。